最近呢好奇怪的，咩人出嚟支持民主呢？從來冇支持過民主嘅民建聯、工聯會、經民聯等等啲人出嚟話支持民主喎。哇，我真係覺得好似發緊夢咁樣。吳亮星有一次講呢，就佢話香港民主緊要，不過錢仲緊要啊。啊，我明啦。因為其實原來大家都呢一批人呢話俾我哋聽，錢緊要啲，所以一定要呢個制度，因為呢個制度可以養住佢啊嘛。精彩咧！睇下林鄭聽完塊面黑到咧～